几张走的道都已经守住了呢？物换星移的更新，未来计划的道路。人总是说，一路是牛，一路风停，但仍然是依靠主，为主发光。因为敬畏上帝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。在启示录记载，我又看见显基剑，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手中，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是有千千万万。大声说，曾被杀的羔羊，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等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软弱的你加能力，疲乏的你加力量，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借着圣灵，将你的能力天天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在独一展翅上的行走在你的道路，也不疲倦。我不为明天忧虑，使你使我福杯满溢。天父，你是信实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，直到万